刚才我也拜托朋友查过，才知道 Jerry 已经回来台湾了。是讲咱即马向走去办公室找 Jerry 嘛，无甲高特助讲是啊，嘛唔知 Jerry 是毋是伫办公室呢？直接过去等伊啦，安尼伊就无任何借口用闪避啊。咱袂赴啊！卢家峰提早咱一步去 Jerry， 人想要讲啥，讲到安尼嘴笑目笑，这也得去讲，绝对是顺飞伫美国有好消息啦。声声句句讲咱是合作拍呢，即摆有好消息，竟然甲咱两个爸仔囝踢一边。我看这卢家峰绝对是要趁这个机会，甲咱踢出这个局啦。佮想要趁机会，要抢走爸的公司。罗家峰这个臭小囝，这摆我绝对让伊吃着惊，吃到粗饱粗饱。紧，把车停在路边，把车门弄清楚。哎，就算你爸仔囝，去婆婆来家是要创啥？你应该是来咖啡厅找我的。看人家娘生气，敢是要来找我送下的？这嘛是有可能的。根本是我跟周仲云还没吵好势。不管什么原因，我拢无因为就紧紧看各处代志啊。行，先把人找来再搁讲。又阁是恁两个，闪开麦当劳，老爸对你无客气哦。恁是不是要去找阮哥的麻烦啊？啊，阮妈跟阮哥不是拢讲好要还恁钱啊？恁搁咧唔教阮啥？我根本就无需要向你这个查囡仔屁解释。不过看你这个小公主，敢若完全拢无了解状况。什么状况啊？恁哥哥甲黑市偷股的杰瑞交结，假作要还阮钱啊，实际上。就是要切断阮双方的合作关系，要搞阮做伙投资的股票，还佮有利润，规划中盘，甚至要吃掉我的公司。林哥这么卑鄙，我干要找陶公德？你家来看麦啊！林哥即马咧甲黑市偷过交易密谋啊！阮就是要趁你即马佮提的时阵哦，佮伊讲个清楚啊！我无看到人啊，恁两个是毋是老啊看唔到？阿兰呢？你是唔调过伊？是不是恁哥叫你来主动的？你是恁哥的帮手对无？喂，你是我小妹哦，不尊重的。这摆甲罗家峰感动的啦，我绝对袂对客气。阮真正听无恁讲啥，恁拄仔讲，阮哥今摆甲别人计划要害你，这是无可能代志好无？因为阮爸坐下飞轮机转来。阮哥即马应该去金牛路要接阮爸，这种代志伊是无可能耽误掉的。好，卖在遮浪费时间，甲因路白刷，掠擦线掠风。咱即马就来去机场找罗丹，甲杜家峰甲咱交涉过程啊，清清楚楚讲互伊了解。看罗丹的，明仔替咱主持公道。行。喂，哎，啊！咱赶紧走进去找爸，啊！若无一定把所有代志拢揭出来，行啦！吴明姐，你一定要跟我斗相共啊！安姐拄只打电话。伊讲就来话，因爸仔囝唔知影食着啥物药啊，硬讲我甲 Jerry 联手要甲冠耀汽车吃落来，啊，这卖两个人爸仔囝无欢喜，要来遮找爸，甲因讲我摕钱的代志。要来遮找董事长？无唔对啊，安吉即卖伫路呀，
啊，安尼啊，啊，你毋是讲，虽然讲又无接受恁妈讲的三句，结果嘛无避免啊。本来就讲好啊，要等招你回来才瞧这个代志啊。啊，谁知因边仔囝两个人都一路紧拖着，反正这个代志袂当我爸知影，那无一切拢乌有去啊。当时，当时哟。你刚做一家饭，哦，看书办书，他电脑，哎，哎，梁军，爸，情况，你听没？啊，没啦，这回上回哦，去真济所在，阿嘛见到真济人啦，我想找机会哦，拿我一寡想法，甲你一个混了讲，我相信对恁以后哦，经营公司一个有布局全世界，会有真大的帮助啊。当初我听讲，哦，家峰，你袂当时对我个车开过来，哦，啊，免啦，啊，停车场近近啊，稍微行过就好了。家峰啊，是安怎样？是着急要来接我，啊，公司的代志无处理好势。家峰，是毋是毋知要安怎讲当初你讲了当的代志？了当的，是宏图一来了的。我唔对啦，因来公司找麻烦，我讲到一半就甲因呛起来。老师弟，你莫怪副总啦，我知影你本来就暗算甲宏图建设这不良厂商排除掉啊，所以啊，这场的冲突怎办会发生的？结果呢？结果我就甲廖浪签名的，考试官要继续跟咱合作造镇计划。就要把22的资金报入来，那无就刷刷去啊，当作是失去跟他合作的机会。水开，我介意，代志就是安尼处理啦啊。嘿，哎呀，是咪啊？气甲噗噗掉，生气嘛无效啊。这个造镇计划，副总委员讲，一直用心，也真了解，所以不管迄了当讲啥，伊拢会讲得吼，伊无话通讲，你也不会做一招。哈哈哈！小峰啊，代志安尼处理就对啊啦。迄聊的哦，靠细讲的较大声啦。咱无需要介底下来大细声，咱是靠咱的实力，还有道理，来甲人拼输赢的啦。啊！爸，多大力啊？囝，把车开过，甲载落来。今仔一定要甲伊讲一个清楚。我才看到家风啊！不要做店面大伯面头前硬拗，紧紧嗯。超车个鬼啊班，闪开啊！这卖是啥物情形啦？路上兄弟要走起啊啦！你动车创啊，闪开啊！九总，你先卡冷静诶，我拄则已经甲阮哥讲啊，伊讲会主动找恁解释，拜托恁莫甲代志不甲袂收煞啦。阮是无可能相信罗家峰诶啦，闪开！那我对你无客气哦，闪开哦！那我发生啥物代志，莫怪我。罗三兄已经走去啊，因就是超过一百号，能见到罗三兄啦。
你这个白目，你是刚刚要我看你爸是无？来，安静，安静，来，安静，你安怎无？我看那就坏掉。周正泽，讲话就讲话，告诉你去阿人手，你还伤的是伤，绝对该伤害。好啊，做你去告。到时阵我才要看卖到底是什么人会为着拍官司在遐要伤脑筋啦。哼，你想讲安尼把阮冻掉，我都无在条见着罗在兴，确定啊，我就直接去警察局备案。我才看罗在兴会乖乖去警察局搞见面无？哈，唔免甲伊讲遐济啦，咱即摆就去罗家弄门，我都唔相信找不着罗在兴，讨袂着公道啦。就算你先听我讲，我哥讲会跟你联络，请你给伊一个解释的机会啦。唔免讲啊，要解释，伊早就解释啊，嘛唔免跳过阮爸仔囝，家己走去跟姐姐见面。到即卖佫无声无息，伊的心气佫无够明显是无？假死唔惊无鬼通做，恁哥食相这么歹看，阮即卖就送去找罗彩兴这个阎罗王。我较看恁哥要怎甲恁爸交代，到时阵恁爸若要甲恁哥拍去精神堂。我欠债你啊！行，九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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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苦劝你，上午卖来做较妥当。什么意思？你应该真清楚，我是罗家李少爷。今晚把罗在兴上重小姐后生，俺讲恁你唔知影，变过偌久，我爸在俺名下五牌用心顾问转让给我。你要讲我当作敌人，我有解释机会。就算讲我毁掉，我罗家还阁有我嘞。你敢确定要继续跟罗家做阵落去？好，骨卡说出来啊！吼，恁哥是好，你是狼啦，硬要甲阮吞落。对，我就是要甲恁拆食两包，食到啥物拢无剩。你安怎？心里想，不能大鱼吃小鱼，小鱼吃虾米。这下回，不能得弱肉强食。我再讲，是恁硬要跟我作对，那呢，我跟你说，好跟你讲道理啊。你敢讲威胁？爸，你想要动我？你讲这种话是挂人无嘞？我了解李少爷的意思啦。就算讲以后。我无法度继续甲罗家峰做生意，也毋过会用交陪着李少爷这种朋友，算是袂歹。周总，多谢你化解面子。咱就给李少爷一个面子，倒转去等罗副总甲咱解释。行，来等。唔是阿爸，上车。向奎啊！爸，这卖什么情形啊？这卖情况对咱真不利啊！林七的人下性命要阻止咱去见罗在阳，这就表示讲罗家峰绝对唔敢把咱的代志放烂烂。目前咱要注意的是罗文尧这个人，伊予我的感觉。比罗家峰更加怕烟火了，行。安姐，好静听。那么，我找所在替检查一下，好。阿健，我扶你行。